佛祖，想变身强成弱，一边是最近狂到不行的肚皮狗，一边是法力无边的如来佛祖，这两位放在一起比较，谁能高上一筹？据我所知，肚皮狗的实力有可举起超过自身千百倍物体的超级力量，还有惊掉下巴的瞬间移动。当然，肚皮狗最厉害的就是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微笑的面对它，而且每次都能化险为夷。包括每次看肚皮狗，内心都有一个声音跑出来：可恶，又被它装到了。反正到目前来说，就没有见过比肚皮狗更无敌的存在。这时，遥远的西方射出万丈光芒啊！金色传说，没有错，如来佛祖驾到。听说最近有只肚皮狗狂得很呀，老夫不给你点颜色瞧瞧，你就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大威天龙，四尊地的板诺板毛后五指山。俗话说，常在河边走，怎能不湿鞋？对了，超万在寻找十月福星，小伴视频下方评论三条，就能知道是不是我的福星了。如果是我的福星，一定要回复我的评论。当然还可以参加抽奖，大号遥控车、福星舞台、粉丝舞台，大家都有份。不得不说，如来佛祖还是顶啊！肚皮狗的一声原地投降。实力差距相当明显，所以如来佛祖完胜。感谢万点突破，超万出力，下期再见。